第四十题，四十题跟四十一题是题组，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四十到四十一题。十一条弹簧沿其长度方向来回震动后产生的波形如右图，图中甲丙戊为弹簧最密处，乙丁为弹簧最疏处。第四十题问，哪两点之间的距离为波长？波长就是相邻两坡峰的距离，或者是相邻两坡谷的距离。我们这个是一个疏密坡，我们可以把疏部当作是坡峰或坡谷，密部当作坡谷或者是坡峰，所以就是疏部到疏部，密部到密部，叫做一个坡长。所以图上面的甲到丙，或者是丙到戊，或者是乙到丁，就是一个坡长。所以第四十题问我们说，哪两点之间的距离为坡长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甲丙。